活量运动啊。飞起来！在呀，你要干嘛？啊，你要测试我的手指头会不见吗？你想要飞起来？对啊，待会可以给你看。他不会知道你在用它，真的，那个它戴了一个只能看到他自己世界的眼镜，我们叫 VR。还要戴长头巾，因为他看不到外面的世界，所以阿姨在当他外面的眼睛，跟他说有没有蚊子。他会，他就看得到我。你说什么？他会，他就看得到啊，他会。嗯，因为你要穿外套吗？那他就会越来越厉害。可能比姐姐还厉害，姐姐太久没动了。他发球很准哎。你又知道？现在正在打。你又没有跟他打。都回家啦。回家拢无人，真正。第几名啊？哪里无人？很多人。上面蛮多人的。不是有儿童区，很多人哦。嗯，有一群人啊，有一群人。没有，没有很多人。我上面那里有一群人在聊天。我都是捡的。没心没事啊。我们家就搞学习。和平公园差太多了，这山上呢，都不是堆耶。哇，好好玩的飞机哦！是你上课的对不对？是你的课后班的自然课对不对？没有自然课啊！因为姐姐的课后班自然课之前也有这一课。谢谢。
也不一样，它也打光，跟我们看到的不一样。它其实可以在完全黑的地方飞，只是台湾法规不行而已啊。在你的世界会看到什么？就还看得到哦。就还看得到啊，因为你都会打光。就你在打光。我的意思说，你的 Google 里面有。这边有人吗？哪里有人？我就是人啊，是邪功虾米。你等一下看，坐在你右前方啊。我右前方。帅哦。Thank you.